大家好，我是王胖子，我又来啦。今天我出去转了转，看了一下那个我家附近的这个上海的那个地摊夜市什么样，大概在那个静安区那个大宁路那边啊，广中西路、广中路那边，就是靠就是那个大宁音乐广场那边的那个夜市。啊，后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。这里是大宁音乐广场，看这边都是小孩子在玩的这个碰碰车。啊，马上我们就要往前去看一下这边的夜市，你看，这边的夜市都是一些卖的比较精致的小饰品啊、小玩具啊。你看这边都是玩具娃娃，对面走来了好多人。但你看现在我们是疫情期间，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戴口罩了。就一半一半吧，反正有好多人都已经不戴口罩。你看这个椅子特别有特点，啊，这边又是一个做那种就是箱包的，啊，这边就一卖家箱做箱包包的，的，然后对面来个两个小哥哥都是戴那个就是口罩的，但是大多这数边人的口是罩戴卖的什么也的？是拉下来的，嘴是露在外面的，只有很少的是那个嘴是在里面的。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戴口罩的情况怎么样，反正我们这边的话，看戴口罩的人是越来越少。啊，这些等一下这个夜市就要到头了，这边本来还是有人在这边驻唱的，今天好像没有。啊，前面就是马上就到头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这边几个是卖那种饰品的，看的人还挺多的。反正我们这边这是上海大宁音乐广场啊，上海大宁音乐广场。这边的话在那个中环跟内环之间，这边是我们这边耐克店，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便宜？你看，都是耐克的鞋子。这边是，看，这是一些童鞋啊，这边也是的，这都是一些特惠的鞋子。看是不是很便宜？这个是在正规的耐克店里面啊，这是在大宁音乐广场这边耐克的店里面啊，就看这么多吧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